你儿子回来啦！哎呀，你说你爸从台湾不寄别的，寄了这么一大口袋白糖回来，就不怕咱们得糖尿病啊？哦，对了，这是你爸从台湾转进香港给你的信。 什么？我爸去台湾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包括谢院长。怎么了？让你别说，就不要在外边说。我今天晚上回小洋楼住。啊？哎，那要是外人问起你爸，我该怎么说呀？ 什么呢？呀，这衣服真好看。啊，不是给你的，那给谁的？原来是给你女儿买的。你是百万富翁吗？你的那点存款，早让你打官司给用光了。 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我梦过多少回啊？嗯，梦中的海边就是这样的，梦中的茅屋也是这样的，梦中的天空也是这样的。四毛二少，是四毛二少吗？ 哎，是，请小三。好，谢谢啊，双儿。 每年你的生日，阿童会给你过。可是今年爸在香港，只能寄来生日礼物，愿儿喜欢。
亲爱的双儿，爸非常非常想念你和你姐、你弟。我尝尽了骨肉离散之苦，每每想起你们，我真是心如刀割呀。你妈妈好吗？我没有给她写信的勇气，因为我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她的事。二姐，二姐，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？报社录取我去实习了。真的？你要当大记者了？太棒了！挺漂亮的嘛，谁寄来的？爸寄来的。姐，你干嘛去啊？去邮局。去邮局干什么呀？把衣服寄回去。姐，他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拿到他的东西啊？好歹是爸爸寄给你的东西，你给人寄回去了，多不合适啊！你站在哪个立场上了你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不。妈妈，晚上我给你做，雪菜大黄鱼，好不好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在这个梦里，永远永远，真好啊！能喜欢大海吗？这条河的尽头就是大海。走，阿拉带能去看看。紧张什么呀？带我见什么大人物，你也不跟我说是谁，我心里没底儿。这不组织上要给你交代点任务吗？我能完成什么任务？架子大不大，摆不摆谱？怎么还是老思想？党的领导人呢，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，不是什么大官啊。报告，进来。秦某，天然同志。若松，季先生，你不早告诉我是季先生啊？不对。应该叫天然同志。哎呀，
我们三个在一起叫什么都行啊。还是叫你季先生吧。来来来来，坐，来，坐，坐。若聪，我托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？就是我让你给李季写信的事儿啊。哦，是，写了几封信，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。这样，我想麻烦你们两位去一趟浙江。去浙江？对，代我把李季给我接回来。接他？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重任在肩，完成任务早日回来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的父亲现在还在不在香港？在呢。还有没有书信的往来？偶尔会写信。好，下次写信的时候跟你的父亲说，劝他打消顾虑，回来参加咱们新中国的建设。嗯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好了，走了。阿拉跟你打听个人。谁呀？司萌萌。能晓得吧？他就是个唱歌的。你有喜欢他的歌吗？嗯。那就要珍惜他的唱片呀，下次听好了，要放到阿拉的箱子里面。免得妈妈犯病又把它打碎了。好。哎。你看，我出海去打鱼怎么样？那个活你干不了的，很辛苦的。我也不怕辛苦，要不我去你们渔网合作社。那你更干不了了，那合作社除了小媳妇就是老太婆。哎，我看若聪来信说季老师不是在打听你吗？听说季老师是大干部，他是多大的干部啊？哎，老公，他可不可以让我们镇长给你安排个工作啊？老公，你为啥不愿意麻烦季老师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当过国民党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阿梅，哎，妈妈要吃饭了。这么晚了，妈还吃饭？哎呀，这些年天天这个样子。阿梅，啊，妈妈，哎呦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妈妈。好吃。好吃。是你公公买的？对，是我公公买的。还是你公公疼我？嗯，要说对妈好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跟我公公比了。嗯，真的没有人能比。嗯，你公公还没有回家呀？都几点了？今儿是几儿啊？今天是8月18。你是谁？出去，出去。妈，来吃面。妈，今天呀是8月18。阴历呢？7月24。今天你公公不回家了。为什么呀？明儿是格格的生日。妈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妈妈，吃面，吃面啊。妈妈这些年不认得人了，只认得我。不管见到谁都叫阿梅。阿梅，我讲啊，
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。谢谢你。说啥呢？我妈要不是你，她早就……哎呀，不要胡说八道了。我是你霞宁啊，我是你老婆，儿媳妇照顾婆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 二十块，二十块。您看看，这个是宋朝的。看过了，这是个赝品。这怎么可能是赝品呢？算了，不卖了。100块台币，怎样？能再加点吗？不能。 阿兵哥啊，看到你哦，阿兵哥啊是乌啊哦，是外省人，可无钱，可无厝，卖给伊啦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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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是一个乌啊啦。老板。 张小姐，我是老唐啊，我收了一件宝贝啊，是宋朝那个定窑的，真品。要不哪天送过去，叫小姐看看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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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你提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来就好。 没在家，阿妈，我出去一下啊，回来给你做好吃的。
不，我带你们找你大哥去。好。之后啊，精神一直都不大好。喏，你看，我小姐妹前两天在那里结婚，叫她吃酒，她就是不去。戏班子来唱戏，叫她看戏，她也不来。哎，你不是给她写了好几封信吗？对啊。我一直都叫她给你回信，可她就是不回。不过这次啊，你们两个来了太好了。哎，雅典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劝劝你大哥，让他打起精神来。现在国家都解放了。俺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，要为祖国添砖加瓦。啊，对，整天没有精神怎么成呢？走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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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聪，若聪，老二。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什么意思啊？矮个站，矮个站。哎，我说你呢，吹嘛牛逼，矮个站。这人真是，这一个村子就这一口井，还真是回事儿。可不嘛，倒了血霉了。在我们老家，这时候那天气凉快着了，根本天天不用洗。这个要在我们老家，一个月洗一回也是常事儿。俺来上海，你天天担忧。啥地方有的药都不大用了。哟，你们上海人高贵，我们都是土包子。按你们的话讲，我们叫乡巴子。吕妈妈，陈妈妈，陈妈妈。哎呦，姑娘，哎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闺女。你说你这大中午身子来，我帮你推。没事，没事，我行的。我真行。行啊。嗯。哎呦，侬买啥么子啊？哎呦，乖乖龙地洞，干许多么子啊？哎呦，乖乖龙地洞，侬哪买噶许多啊？贵呀，你买面了吗？哎，哪天呢，我给你整山东大馒头。哎，好嘞，我先走了，慢点啊，大家出声点啊。是啊。哟，其实伊拉妈也是老烦噻，老有派对，还是今朝啥啥么子？哥哥，不是哥哥，那叫哥哥。啥么子是哥哥？哟，你连这都不懂啊！贝勒爷的闺女叫哥哥。哟哟哟！哟，这那小兔崽子，干嘛呢？老妈的！嘿，小球小蛋，你给我过来！啊，你干嘛呢？过来呀你！去去报上，快回家念书去，海粉妈，海粉妈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清水煮洋白菜。又吃白菜，我已经三十就要吐了。干嘛呀？想吃肉了？来来，看看墙上写着了吗？一年准备，两年返工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。记住了，孩子啊，五年成功之后才有肉吃。哎
妈，卖了。那，给您钱。就这么点儿啊？人家说是赝品。怎么会是赝品呢？老佛爷赏的。您还别生气，人家非说是假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不卖了，你把它要回来。哎，不卖，不卖吃什么呀？耗子哥就是个大头兵，连卷粮都没资格领。妈，您看挂的正不正啊？还行吧。挂的挺好的，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！是，大姨，您呢？收好了。啊，邮票、煤票、肉票，怎么了你？升了？上市？上市，耗子向大姨报告。哎，我买肉去。村的人啊，都流口水。哎，俺看看你到底做的啥这么香啊？有肉香，好香哦！哎，金妈妈，你又做啥子好吃的？哦，我妈妈做面可没得这么复杂，她把红油、酱油还有红油海椒，还有葱花放在一个碗里，然后再把那个煮好的面条往里一拌，红油素面，馋死个人喽！行了行了，你瞧，一提起他妈做的面，哈喇子都快出来了，还红油素面，馋死个人喽！吃不上妈妈做的面，还不许人来个精神会餐？有劲嘛，侬打个啥么子啊？打卤。哎呀，瞧你那口条，还打卤？你们上海人不打卤吧？对呀，阿拉上海吃面呀，老讲究讲究，阿拉要吃啥山西面、葱油面。大米、小米，嗯，还有葱油拌面。哎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还是我们那个红油素面好吃。哎，行了，你要这么想吃你妈做的面，你干脆现在就回四川老家找你妈去得了。啊啊啊！我的胡说八道，现在到处都是很艰巨的。哟，你们小两口说啥子悄悄话嘞？小秋、小丹，给我买包烟去。小丹。给我买包香烟去！别管，快去！肚子放房去。小囡囡，回去吃饭了啊！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。小柱子，吃饭了。我妈妈也叫我回家吃饭，怎么办？走快走快，我要下锅了。哇，真烫呀！慢点慢点。哦。哎呀！走。哎。这卤的真香。好，妈，今儿女儿以茶代酒，祝妈生日快乐。大姨，祝您万事无疆。他耗子哥。要不是你说我是你大姨，我们母女哪进得了这眷村啊？你救了我们，大姨，您这么说，咱们的关系不就远了吗？您忘了，我和李记是发小。隔着老远就闻着香味儿，快坐下，海长吧，来来，坐坐坐。啥子好吃的？尝尝我打的卤，
这个卢浩啊，哎，浩子，等我们打回老家，一定要带你去尝尝我妈妈亲手做的红油酥面。哎，有醋没得？没有，用光了。没事，你们吃你们的，我去弄。哎，浩子哥，没事，尝尝。钱妈妈，三斤。你家有醋吗？借我倒一点。有啊，那。啊，倒啥呢？倒，拿去，拿去啊！谢谢钱妈妈。醋来喽！哦，来。太好了，本来我们四川人吃面从来都不放醋的，但是娶了小秋他妈以后呢，就开始学着吃醋了。小秋他妈这个人呐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见到黄黄没？好像我都流口水了，见了都流口水了。敲碎你的脑壳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你都是跟你学的这些坏毛病，你个龟儿子！你莫跟老子秋草说的，你才是个龟儿子呢！啊！你打死我吧！你打死我！我坐好了。怎么弄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司徒被抓了。什么？司徒不是您的老乡吗？是啊，他发牢骚就被人说是通匪。他是真通匪啊？谁知道呢？以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看长相听口音就知道他是敌人。可现在国共打的是内战，敌人的口音长相都跟我们一个样，有可能还是你的同乡同学、亲朋好友，这让人哪个分得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呢？总而言之，你现在出去交友可得小心，还有出去讲话也千万要得小心。你就别嘱咐我了。你呀，我看还是管好你自己那张臭嘴得了。我本来有件好事情要跟你说，只叫你打娃打的都忘球了。什么好事儿？你想想想想，是不是升官了啊？还不是，那个换房了。安自来水了，是不是？装自来水，你这个人娃娃戳戳的还装自来水，做梦！啊，想起来了，早上连长跟我说有个好差事，你老婆去不去？我？什么好差事？到个阔太太家里做家务。保姆啊？哎呀，你去不去？
梅妈做的好，你凑合吃吧。你们猜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是谁啊？是谁？季先生。季先生？他散了会还把我留下来，还问起你呢。是吗？他说市里要建个艺术学校，想让我参加筹备组。哎，怎么又吃面条啊？若聪，凉了。若聪。啊。我不太饿，你们先吃吧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今天是我妈生日。若聪，妈想你，叫妈一声，再叫妈一声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妈他们去台湾的事儿。别跟他们说。别跟谁说？跟谁也别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李记只是听裴娇娇说的，如果裴娇娇是造谣呢？如果不真实的话，我们不是欺骗组织吗？可我已经对组织上说了。你嘴怎么这么快呀？我要入团。以后该说不该说的你都跟我说一下。我爸的事儿，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了。妈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再忍忍，耗子，你知道吗？大姨，准备雨伞和被褥，咱们去医院。来，若冰，坚持，坚持，小心。拿好球，稳一下。投篮。他就是我跟你专门介绍的教练助理，怎么样啊？这位就是我跟大家经常提起的，原来海鸥队的五虎之一，李记同志，我们热烈欢迎。无奈和岁月长，无奈和人过往，无奈和天捉弄，历尽人世沧桑，无奈和缘分短，无奈和两离散，无奈和人离去，隔海相顾无言缘，在身边。
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。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将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